你刚才弹古筝的那一瞬间，你整个人都在发光。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做那个外脚手架，就大家看到的建筑工地最外边的那层绿色的架子网。什么时候学的古筝的？从头就是我的表哥呢就去培训班报名学习，然后我就跟着他学，趁着他的勤练偷学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宝藏男孩。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你猜。有女朋友吗？你猜。怎么什么都让我猜。